啊，是一根生蚝包，不要，是一根生蚝包，那挂在在上头扒开啊，哦，问题嘛，点点啊，哦，我平常一般六十这么开哦，我两天都半个月不吃菜了，你都不吃菜，还点点点不咋地，哦，你那小伙伴，来，我那小伙伴。咱个囝有出世，咱家有出世无？无出世呢，哪有出世？咱个囝咱有出世，无出世？那是生了后，咱个听咧叫哦，啊，咱互相培养感情来，无够出世，无好啊！我哪开啦？家己用就爱用啦，哪后天咱还无出世来开店？你讲还是好嘢，啊，真是哦，所以是啊，感情好。二级嘛，开车不走，开车不走，开车不不走，开车不不走，是咱车。对，是咱哪里做出来呢？我听讲，咱哪里考完了，咱好快把咱员工也得，讲唔得，一百块我那才一块两块呢，真的呢？足少足少嘞，真正是足少足少嘞，所以一定爱。而且个心中咱啊，精神也好，心中目睭也看会到，心也会晓想，看会度人，还袂成功一点，改变咱个信仰哦。那么咱个真是很大的啊，要不怎么变大呢？啊，所以咱个要爱。日出第九集，成就啊！心中对愿，因得如何？心中对愿，因得如何？咱来了解一下。哦，咱这作者人去咯，大约番侪咱只，迄心中啊，迄个佛道顶面拢写心中对愿，写只心，因大约作者个人。写不作啥人呢？写心中的愿，没有，伊个囝儿孙看到，知影看，啊，有效，啊。但是心中的愿，这字看是真正安尼，伊也够有看清的意义之内。好，你个还袂清啥个？要清桑，伊要凡事做唔到，伊就去想。当然，人听见这个清桑，伊才会讲，哈，我听安尼做，啊，我才会死。所以，心理作者对起我俩，我家己讲错。你伫遐要烦恼的中间，你迄阵你要入去，入去你要做，你来是我慢慢做，安尼做。所以咱真诶，即句话是要互咱提醒家己。后日伫了地下去了后，你着知影，我较早当个，我有求过，有听道理，我才袂晓咧做。今仔日我才对了地下来。啊，所以心地交界对起完，啊，毋知咱讲即句话，讲佛祖为因。反复回去，不做是惊这个因做的变成安怎样？啊，咱反复是讲，迄个过早出来才去惊，啊，你无好。所以这句话其实足重要嘞，足重要。无重要伊袂认真，话三难一点了，会三不了解。啊，这个是清楚，这句话是清楚讲。前主谈论重视双重技术的效果，足以感化百姓。这句话是，迄个时阵，咱拢人解释是安尼，其实不是安尼，阿嘛是要互咱大家当感化，是个感化。啊，可告是可告不平，天书俗语，无不出。无不出好处之文，其人生真美好，无时
不怀乡亲，心心是安乐。较早甲人才，人事甲收入，哦，无不出，好出几分。人何何乐于人事？何乐是收入，拢全是好出几分走出来。啊，已经先进经济好，啊，无时无时不怀乡亲，啊，乡亲心心是安乐，较早甲人才。啊，咱人生真好，就讲要互咱老爸老母快乐，啊，咱不要想讲，你互伊较快乐，安怎安怎做？啊，所谓，啊，就所谓上帝亲心上啦，就讲，即个古话咧讲，就讲要互咱体会咱自大人心，就亲自不双亲依恋。借精以爽，以贤精神焕发，就是要让咱了解，哦，了解。老爸老母归讲完了，咱安怎样？哦，咱来轻松一点，哦，松紧一点，啊，借精以贤，松疏尽量下这礼节，技术。尽量诚信，啊，技术尽量诚信，精神贯彻，精神贯彻，能讲哦，老爸老母的啊，啊，就真正去拜拜，啊，咱嘛爱家己能够知影，咱老爸爱食啥，咱老母爱食啥，你就来注意爱食物件，啊，其实是蛮真是啊，有影无？这有影无？这无人看得，但是我是听真，听一人讲，啊，我是讲认真唱歌，啊，我也唔敢讲，伊在讲咩啊？也嘛唔敢讲伊在讲咩，伊在囡仔嘛，哪会呢？啊，去读伊个，啊，即个转来呢，我用老爸在教阿哥做字。啊，迄个囡仔，甲伊老爸讲：“爸爸，哦，你大概请阿济人啊？”哎，老爸当时来讲：“都不会，都请阿济。”伊讲：“我，我老爸就来个看你，一道坐个问问，啊，到底有影无影？”我刚才讲啊，哦，所以咱爱尽力，尽力，哦。松之尽地疏，啊，借尽一切。哦，孔圣人嘛讲，借如灾，借钱如山，借钱如钱财，哦，不借不借。老爸老母，啊，是啥物？大代志要借疏，咱得甲尽咱个心来甲借。借如灾嘛，今日啊，咱老爸在做鸡，咱来讲咱两边两边债。尽咱的心，尽如灾；尽心如心灾，尽心那条心一下。哦，你讲我不借就不借，况且你讲我若无来参加来借，我无亲戚来借，唔爱借。所以表示讲，咱爱尽心。那感觉讲，咱的时代啊，咱阿公阿妈跟咱去借，哦，这是尽这个心啊。有等啊，无等啊，我嘛看我唔知啊。哦，啊，我这时间问，哎，一个问题安怎讲？无嘛看我唔知，我唔看。哇，所以心中对万，即句话真正宗旨，是要话咱心意中者对起万的，咱都要对着自家去，因为咱少年。要想，唔知哪天讲得对，唔知哪改变咱的心标，所以咱今仔对了题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用早知影，咱就好改，为了改变咱的心标，就成功就对。
有大人，是咱个灵，我想要想，咱重要，简单，咱前进，做下去。经过咱前进，过来完成前进，前进只拢大个吃，哦，无讲两个前进拢一家啦，哦，我嘛袂话，别人别个所在，表示咱。咱个灵真正第二，无是啥物啊？啊，所以呢，注意这两个点较方便，因为咱遮个第二讲无啥啥，较方便。哦，看咱个灵有方便个，哦，咱遮个若是直接出来，哦，就遮个若是直接出来。过来，即摆不接你，老是接你嘛是得罪，是咪？要不然你所在好消息，来咱大家一定看开的，该做就尽量做，哦。因为人生都要顾大家，我当然也是，人生无外久嘛，哦。从我讲，我讲完第二个就是，就是讲，我七十二岁，啊，我若七十二岁都不做。如果存淡薄尔，哦，我也不无可能做，我反正感觉这份钱刚刚有点少，不一样，啊，所以，红啊，再红啊，红啊再红啊，伊嘛接着后天来，后天来到后天就变来变做，后天来办来归人方面，有人接来个，有人接，都无法接个，哦，啊都无接个。但是行为更加重要，啊，所以这是形象一个，啊，而且哦，咱来了解，也相互了解，哦，咱实际爱精神观念，实用之节，哦，成效冲天，是哦，学者同知，世间可见可见之地，哦，咱要注意，利益取得。可是，咱一定爱诚邀从天，诚心来请上天，请咱的爸母啊，请咱阿公阿妈啊，回来，哦，咱接受咱的祭祀。可是，啊，这样的难敌，世间可见可怜之地，啊，这样的只嘛拢看坏，看到才相信，看不到。啊，所以我同了解幽冥利益之道，哦，即微妙之合，不得其实。这个微妙物件看不到物件，伊会比较相信。啊，吉祥是水，水不合乎圣人天之心，但低其意外，不变其本源。随孝公代，他可以一步一样在来进来，咱一定爱会晓。随时看无到的代志，上门看见，你要想上门看见。老是咱看袂到，阿姐啦，阿姐的心哪有来？咱看袂到。哦，阿亲戚来做，咱也有自信，一定看，咱也有自信，咱就。第三个就是啊，过来第十章，主权无如主管官，无主既有是榜样，必闻意见，有其无，有其无，主管官，无主是温良恭谦恭义的，无主之弟子啊，以主良心之弟子，这个主管较扎实，拜这个主权较扎实，拜主管官老师。但是这主权呢，伊拢在十七、十二个年代里做，好那么少，所以有资金，还拢不要钱，啊，伊就将主控拖出来外口，但是外口呢，伊就讲，主权不能做，不做既有是班的老师来批到对谁花。
在本之前，大家每一个国王、每一个诸侯，拢会从这个以前的困难的所在，讲给咱老师听。是到底咱老师答要求伊讲，还是因自己的好？所以，咱来了解。修道呢，到这战场，到这战场，你唔知啊，但是总知。你唔嘛，但是拢人拢会请教啦。所以，咱来多听道理，啊，多去解想看下。啊，爱本一一三，哦，几乎比你三五万。啊，既无人不离三五万，空出空，就不离。啊，咱在记住他，阿咱在来想安尼。圣贤前头一个官呢，一定有安尼。啊，所以主公在那讲，咱现在叫法，辅助是温良恭俭让一点起，咱辅助温和。用心、用劲、强拿，这两个上，要做，伊就是真修炼，有大家真理。有做自求之啊，他是老夫，那讲用劲的，要做啊。不是那用劲的啊，基础以后就自求。个人办事都不缺钱，啊，所以这些年啊，都就是越当了解真理，啊，这将是主公开始控制无其他国，而且建树完整之有种，又有成德感化起来，有的德，这可以感天，可以感人，有德行会当感天。啊，当时咱个人就要做这些黄河明先生，伊大作一个人，唔是伊这么大，人看真正新鲜，真正好。人讲黄医师嘛，黄医师嘛，你到底是在创啥物啊？我看你是啊，对我遮尔好，伊讲无啦，我来创。我是管的，爱管的，是安怎？你来教我某些啥？讲，要好特别好，啊，对走啊，啊，你得好对走，啊，我来当隔壁来走。你看我呀，你叫我来啊，哦，啊，这拿着钱来住，钱来吧。所以咱呐，咱心里。修道人，咱也不落地了，真正来做。所以伊对道心哦，你未了解道心哦，伊安尼讲我讲袂要紧。你都做得好啦，反正做生意，我讲你都做得好啊，安怎做我袂要紧。伊若道心，阿心的道心几样样。伊讲我先来等一下，先来等一下，我做大事。伊讲不要紧，先算算啦。伊讲你先等一下，即马我招工食了好哦，都开，讲好，伊就开了。有没有？伊讲不要紧啦，我今仔做个事啦，我今仔做个事，啊，即马我今仔无个方面啦。伊讲唔讲，安怎做法做事？讲唔免啦，好得落去啦，唔免啦，你好话就是钱啊。受不了，你去澳洲开房啦，等下弄个朋友来啦，等下弄个朋友哦，所以，是嘛？那对，这好呀，大家都是肯的，哎呀，这还在说，也是肯的。所以，辅助是温良恭俭让去感化的，哦，感化出好，也别错。所以，大家了解讲。一个国情，一文一件嘛，哦，中国国风，
不只是温柔忠诚哦，忠诚忠义一起哦。所以辅助呢，来举个叫法，我都会举个就是那个啊，第三个要观察你的，所以教是主教们开始控制无产国的证书，完全是由圣德感化之来，圣德做靠遐大事的感化啊，就是圣圣人之德。啊，圣人之德有鬼的心，圣人的德要父亲神，要父亲神，所以咱要平衡，讲尧的德，舜的德，啊，尧的德叫圣人之神，啊，舜的德那叫圣人之神，啊，武的德那是安尼啊。你看他，他最早外号十几年，三个机会字，就是一众生的心有心，我可是要来称之的，要减少我这样的，所以他一定要了解，啊，你先不了解啊，啊，为到永化天啊，天性独起，为到来永化天啊，认真的做，认真的修。也既有爱心事啊，敦敦敌人，忠良计策，敦敦拢会做。伊真正不会做，啊，警告也执行，啊，天怜弱小计心，温良忠强拢用在管，拢伫心内来做，啊。故在周游列国时阵，各国诸王受辅助，啊，受辅助，众国德行以及啊，符合以及符合啊，所感受啊，所感受，即主动用辅助，迁告敌国，为见其德，所以呢。孔圣人以忠国的德行，啊，加以符合，哦，用心所感召，加以真正有迄个境界，受着迄个感召，而主动向辅助请教，主动向辅助请教，列国诸王主动向辅助请教，啊。帝国为前期的，变成帝国，变成为前，啊，人为他人啊，不助理想，求情，不助我一个主公，你列国家安怎来过皇天？但以德尊如是，但是孔圣人的德是达到了顶点。孔圣人的啊，故时君啊，敬信主义之前论之，所以那个时阵的国君就是了解，所以就主动，伊国内有啥物困难，伊就请教，伊控制住，阿得安稳，伊控制住。为着他人力求以后的事，比较把人不小心，所以你看伊有出去招列国，遇到困难，伊嘛不起来个时候，啊，伊用勇气个决定，人把人唔敢讲，伊嘛刚刚袂记，啊，所以。都修得都是爱这款德行，所以但以德行如是，也心也应当，不像我师尊啊，我
是阮顶是属于地上文字，哦，为阮他人必求之后之志，为着他人必求之后之志，甲别人在起的，无相像。圣人过往尊严之了，圣人呢，行过到遐，就感悟到遐，伊心所存的就是安尼奇妙，而且恶了。所以咱今仔日伫修学科，咱有哪会当尊严？心拢安尼尊严，所以伊就讲，修到固定有情，那咱心拢尊严来祈祷会。就想想，啊，所以迷为情，也生存的物件，不是咱简单来看。人一处一观，咱也照这情来看，即其特性、内容、原点，都存在。还有理就不够，哦，你不管哦。机会各关各见，所以也求甲别人求无少少，互人家很了解。修者所谓将心之变化者，是因为他的机会，或者将将心，但是心脉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哦，亲像一点土丢少少。正流优美，哦，心包结满，真真好。啊，其实，咱着真正会到达到九二建良在天，搁必须会当达到九三君子就去勤俭节约。本来人是一脚就爬坡子来听，安尼到达到顶界，所以是真难。今仔日。咱就有这机会来叫我来这个地方去做研究，我就好难。不过我就真心来讲啦，不讲说啥，困就在这这里这样来的，我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Oh, okay.